美国根本无法理解，为了一座不足300米的大桥，为什么中国却要苦心规划38年，直到大桥通车，一口气连接了3个省份，将直接原本需要2.5小时的车程压缩至1分钟，彻底震惊了世界。它就是被誉为云端奇迹的鸡鸣三省大桥。原来在云贵川三省交界处有一个叫鸡鸣三省的神奇地带，这里近到什么程度呢？一声鸡鸣，三省皆闻。然而这三省却因为峭壁陡崖和险峻的江水而相互隔绝，居民出行往来都极其困难，世代生活于此的百姓做梦都想摆脱这一困境。因此为了周边10多万群众来往方便，脱贫致富，中国狂砸5900万，让这座大桥横跨河谷两岸，俯瞰犹如一道飞鸿跨越两岸，壮观无比。这实在是一项利国惠民、造福千秋的奇迹工程，向中国基建狂魔致敬。